好，受到低压带影响，台南市区从昨天中午过后就开始狂下雨，市区大淹水之外，六个行政区就有22个地方淹水。那民众纷纷涌入市长黄伟哲的脸书，要求放假。那么就说8号，也就是今天，能不能够停班停课，让他们好好在家防灾清雨。骑士骑过永康高速公路涵洞，就像是骑在小河里一样。这里下午已经淹过一次了，晚上又淹。公车司机也像是开游艇一般路上行舟，花园夜市的出入口被水包围，怕抛锚的骑士只能推车。花园夜市淹水了。受到低压带影响，台南午后开始下起大雨，永康区、北区、安南区等六个行政区时雨量达到50到60毫米，造成共22处淹水。大批网友灌爆市长黄伟哲的脸书，询问可以放暴雨假吗？是不是要停班停课？昨天的雨量是短延时强降雨。到晚上九点以后就没有再下雨，晚上九点以后就没有人说今天要放假了。安南区这栋大楼水还淹进地下室停车场，八号尽管积水已经消退，地上还可以明显看到水渍。清洁人员一早来就忙着清理，旁边民宅住户则是边清边抱怨：今年淹了第几次啊？今年我 N 次我不会讲啊，因为这里真的红雨滴淹了。跟你讲啊，从赖清德做市长的时候说要改。但到现在完全都没有。你选举的时阵讲啊，足好听啦，那选了就是拢安尼啦，本底也是啦。尽管市长解释是因为时雨量过大才会淹水，但民众根本听不进去，只希望水淹家园的噩梦不会一再重演。记者杨文华台南报道。